比赛有输有赢。人生有他，一定会赢。Life changes. Jesus' love, however, does not.无论路途有几无论路途有几遥远，人生有几多嘅挑战，人生有几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恩与同恩与同路人。好，欢迎大家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Andrew。 来到12月，先恭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十分的热闹，有四位的嘉宾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经历和体会的。他们是来自同一个教会，是多伦多城北宣道会的一班朋友。他们不单止讲，他们还唱一些圣诞歌，就和我们一起到去庆祝这个圣诞节的。他们所唱的歌呢都是现场的录音，很有真实感的。好，第一位嘉宾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听到名字呢我们都感觉有亲切感的 Uncle Tom。 Uncle Tom 呢就回了教会都很多年了，不说不知道，原来 Uncle Tom 呢是一位职业的音乐人来的。Uncle Tom， 我想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先。是，我是 Uncle Tom， 所有教会的人都叫我做 Uncle Tom 了。我很幸运，1963年我已经开始去九龙城的播道会，回去少年团，多谢主给个机会我学习弹吉他。我就在靠职业音乐手做了14年。哇，是 很感谢主的。哇，职业手音乐做了14年，我们真的期待他多些来分享一下。我相信他也都经历过很多个圣诞年圣诞节，在教会1963年到现在。好了，跟着第二位呢是朱伟东牧师。如果大家很久之前都有听恩语的节目呢，他是我们其中一位的电台主持来的。好耐啦，你都知道咧，由佢嗰阵时到今日咧，佢都唔同咗啦，佢就即系全时间去服侍上帝啦。咁啊，都介绍下自己啊。好啊，好啊。刚才咧，Uncle Tom咧，佢63年就即系少年人嘅时候信耶稣啊，真系好有福气啊。我63年咧就仲未出世，咁咧就不过我好细个都翻教会噶啦。我爸爸妈妈咧都系信耶稣嘅，咁好细个就我跟住佢哋翻教会啦。但有一段时间我都冇翻嘅，咁后屘咧就再有机会到少年嘅青少年嘅时期咧，都系再翻教会嘅。咁后期咧就神又即系拣咗我嚟到去全时间嚟到去服侍佢嘅意思，即系希望喺教会里边啦，或者啲基督教机构服侍佢啦。咁后屘我就读神学咁样喺香港就开始做一个传道人，咁后嚟就过嚟加拿大再进修，咁跟住毕业之后咧就。第二一份工咧，就系喺恩语之声啦。吓，嗰时帮手电台，咁跟住后屘喺电视咁样样。咁后屘咧就神再俾我机会，有机会喺呢一个嘅华人宣道会，城北华人宣道会嚟到去服侍啦。咁我而家就喺嗰度嚟做牧者啦。系好开心啊，因为我都识咗朱牧师咧，都好一段时间啦。咁咧，跟住第二位咧就系阿思时啦。思时介绍下自己啊。系好啊，咁啊，我叫思时啦。咁我就。2001年嗰阵时，其实就开始睇《一语之声》嘅节目噶啦，系啊，嗰时其实仲喺广东嘅，咁啊，恩语系透过香港嘅亚洲电视去每个星期六播放，咁好期待嗰阵时嗰半个钟，咁就咁嗰阵时我都好中意诗班嘅侍奉，咁嗰阵时就一路都系喺诗班去赞美神啦，咁5年前咧有机会入到城北啦，好感恩啦！城北有一个全新嘅 praise team 嘅呢种嘅崇拜嘅形式，咁我系好享受，亦都喺呢个当中学到好多嘅嘢咯。咁就系继续好享受呢个崇拜嘅生活啦，系咯，今日好开心可以嚟呢度啊！好，唔该，思时，跟住呢位咧就系德文，系大家好，我系德文啦。
咁我自己都好蒙福嘅，咁我喺年青嗰陣時，我中三喺香港嗰陣時已經信主噶啦。咁我因為翻開一間嘅基督教學校啦，咁之後咧就84年我就嚟咗多倫多，其實一路冇走過，我一路都留喺多倫多呢個地方。咁喺當中其實教會俾我好多嘅喂養，好亦都好開心喺呢度嘅教會生活嚇。咁咧我就亦都有機會去喺教會裏邊，我有參加呢個詩班啦，同埋咧有其他嘅其實音樂訓練，我自己冇乜即係正統嘅音樂訓練嘅，其實都咁啊，只不過咧喺當中有好多機會嘅參與，咁啊大家就即係俾機會我，咁所以我喺呢方面咧，我都其實我覺得神有呢個嘅都有呢個嘅呼召嘅。咁啊，有一間咧，我哋有機會大家嚟到分享，其實都係神咧，原來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邊，無論我哋信咗幾多年都好啦，都有好豐富嘅恩典俾我哋嘅。就算我哋覺得前景好可能人生裏邊都可能有啲嘅困難，有啲嘅事，但我哋亦都因著呢個嘅聖誕帶出嗰個意義咧，俾我哋有盼望嘅。咁啊，講下大家對今年嘅聖誕節有冇咩期望啊？我谂我咧，其实圣诞节真系过咗好多个啦，有时真系过过下咧，有少少麻木嘅，因为年年都咁过，年年咧预备礼物系嘛，年年啊送礼物、收礼物咁样样啊，或者咧喺教会咧，就年年都做好多嘅即系我哋传福音嘅工作啊、报佳音啊等等，即系当然做嘅时候系好喜庆嘅，但系变咗咧就有时都会做下，好似必须要做，个感觉咧。可能就冇咁熱烈嘅，咁但系咧，呢兩年有少少唔同嚇，因為咧我又有個細細地嘅女女，而家咧個聖誕節咧，佢都開始識得同人即係分享福音喎，佢用唱聖誕歌嘅方式，係啊，咁喺教會啦，或者喺出邊啦，商場啦，有時透過一啲出邊嘅基督教機構咧，佢又喺上邊嚟去唱歌，睇見佢唱歌都好開心嘅。即系睇见佢咁细个，佢又好享受嗰种嘅唱歌，系啊，亦都喺咁细个有机会都参与福音传福音嘅一个行列，对于我嚟讲都系即系一个几安慰。又见到佢喺台上边表演咧，我谂好多家长咧，啲小朋友细嘅时候见佢表演都一种好喜悦嘅。好喜悦嘅心情，特別係父親係嘛？唔知係咪咧，錫個女多啲啊？係啊，咁我同朱老师都系好相似嘅，就因为我有一个女，有一个仔仔啦。咁今年我哋教会都有做呢个系报佳音嘅活动啦，准备。咁其实我女系好中意去拍门嘅，咁系啊，成日喺屋企咧，佢都会话：，妈咪，我哋去拍门啊，去同人传福音啊。其实即系对我嚟讲系好大难度嘅，但系见到佢咁 passion 咧，咁令我都觉得好受鼓舞，同埋 inspire 即系好。好激励到你啊！系啊，激励到我。咁我唔知道今年会系点啊，即系或者系教会做嘅时候，我会带住佢一起去啦。咁我会俾佢多啲主导咯，即系俾佢拍门，俾佢行前去拎当，跟住去同人传福音。咁我喺后边去享受啦，为佢祈祷啦，有啲期待啦。咁其实我都无论听阿朱牧师好，阿思思讲都好啦。其实原来当我哋即系我哋睇到我哋嘅下一代。能够去将一啲好嘅嘢，好似带俾人咧，个心里边咧都俾自己一个鼓励。咁啊，记得前嗰排咧，教会有个礼物鞋盒嘅运动啊，叫我哋咧就买咗啲礼物咧，就摆喺个鞋盒里边咧，就然之后送俾呢个第三国家嘅一啲嘅小朋友嘅。咁我女咧就攞咗呢啲鞋盒翻嚟，佢就好有心嘅咧，就分开一个男一个就俾女嘅，里边嘅礼物都唔一样嘅。咁就好有嗰种嘅心思，我睇到之后咧，都俾我自己一个好大嘅鼓励。原来当我哋能够去即系俾人哋嘅时候咧，系一个福气嚟嘅。德文咧，咁啊，我每年嘅圣诞都好期待嘅。咁啊，我嘅屋企咧就由我太太咧，佢会去 decorate 嘅。咁去布置一下，梗有棵圣诞树，好有圣诞气氛。特别我啲细路咧喺呢度大咧，咁佢哋个个都好期待圣诞。除咗假期啦，系一样嘢，仲有系其实教会里边嗰个嘅庆祝活动啦，当中嘅气氛啦，
当中我哋亦都去谂翻，即系个圣诞个意义啦，就系即系主耶稣基督佢自己嘅降生啦。咁、一路全部都系好感动嘅。咁同埋可以同唔同嘅朋友啊、弟兄姊妹啊，我哋一齐度过。咁我已经约咗啲朋友咧，同埋啲弟兄姊妹咧喺廿五去我屋企嗰度噶啦。我有冇份啊？你可以嚟嘅，我未收到，未收到。好啦，咁啊 ，Uncle Tom 咧都经过咗好多年嘅好多年。圣诞节咧，唔同个年纪就有唔同嘅感觉。系，你哋就顾住啲仔女，但我咧当我啲仔女大嗰时咧，佢就唔睬我，因为圣诞咧，佢哋有佢个 party， 全部就屋企就剩翻我同我大大嘅啫。但系而家又唔同啦，因为而家咧。佢啲仔女結咗婚之後有啲孫啊，唔找到去邊度啦，翻翻嚟屋企咧，變咗聖誕節咧就會熱鬧嘅家庭上面，咁係一個好嘅我哋有個 party 一齊食下嘢啊，咁啊熱鬧好多啦。聖誕其中一種最開心嘅嘢咧，就係親朋戚友。好的朋友甚至好耐冇见嘅咧，大家一起去相聚，特别嗰、那个我唔知点解圣诞有一种好独特嘅气氛嘅，有时感觉，即系嗰种气氛咧系可以将人联系喺一起嘅。可能好耐冇见，但系见到圣诞快乐，我哋一起即系大家讲一声啊，或者一起去食一餐咧，唔系在乎食嗰啲食物啊，可能食到好多餐，不过系好开心嘅。咁啊，其实我头先有谂咧，因为思思介绍咧，其实佢系嚟自广州咯，系咪啊？咁我知道咧，中国咧就可能咧会有少少唔同嘅、哦，有冇机会咁样庆祝圣诞嘅？有噶，都有。系、啊，咁嗰阵时诶，讲翻零一年嗰阵时我参加嘅教会啦，咁佢哋都有传统咧，即系每个圣诞咧就24号晚就会做呢、这个一个晚会。咁嗰个晚会咧，亦都会系即系邀请好多嘅邻舍啦。或者是即系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即系 open 入到教会嚟去听我哋唱圣诗啊，咁、个教会通常都会排一啲话剧啦，甚至有粤曲啦，哇，有粤曲添啊，圣诞粤曲有粤曲，但系里边系填咗福音嘅词嘅，系啦，咁有诗班啦，咁就亦都甚至我哋嗰个教会咧，仲揾咗人扮圣诞老人，但系好得意就系圣诞老人咧会去提一啲福音嘅问题，咁、因为系面对系即系一啲嘅普罗大众啦，咁啊希望吸引佢哋啦，咁、佢答到问题会俾礼物佢嘅，咁广州其实冇暖气啦，咁其实好冻，好冻、哦，系啦，咁所以我好记得咧，就系、是、当大家一齐入嚟，尤其你见到好多嘅民工啦，咁佢哋平时系由朝做到晚，嗰晚嚟到嘅时候咧，佢哋系即系满面嘅笑容啦，同埋佢哋系即系觉得好奇异，因为冇见过呢种场面啊，咁唱圣诗嘅时候咧，又哇嗰种诗歌回响喺呢个会堂咧。其实真的很多的希望，很多的喜悦在里面的。是啊，是啊，咁、哇，好开心、啊，即系能够同人嚟到分享。我谂我能够想象咧，因为我都有机会去到中国嗰啲教会，我旧年去咗山西，有啲教会真系好冻，唔知道，因为喺中国里面即系冇好似喺我哋北美洲咁多暖气、就算佢哋得即系十松度十几度咧，其实啲风四面吹埋嚟都好冻，但我亦都能够感受到嗰种温暖，即系今日圣诞能够去带俾人系一种温暖。夜星光闪。也亮星蔽晚上，有牧人于旷野遇上放牧，报信的天使耀眼发光，使人感到惧怕不敢张望，报信的天使开口说声，在这城里拯救主今天降生，是关乎万民为你降生，躺卧于马槽里就是记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千秋盼望尽在这刻，让我敬拜父神，颂赞都归于你，平安
安归于人。夜星光闪也亮，星辉晚上，众牧人百里行寻求证实，看看可找到万世救主，使人心振奋，满有希望，按照所指引找到记号，在马槽里请求主真的降生，是关乎的拯救，上帝爱子，感谢称赞上帝万代救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千秋盼望尽在这刻，让我敬拜父神，颂赞都归于你，平安归于人。所以咧，即系我头先听完 Sissy 分享咧，其实我都谂过，其实我哋圣诞节好忙噶，即系一般人都忙。即系送礼啊，买礼物系嘛，我陪啲小朋友去玩咁，其实剩落嚟嘅时间真系唔多嘅。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样讲。系，可以。所以我觉得啊，头先 Sissy 讲到佢即系喺中国大陆一个咁样嘅聚会啊，有啲人嚟到可以去一个安静嘅环境唱下圣诞歌，听下啲圣诞嘅信息或者福音嘅信息啊，我唔知道会唔会其实呢个圣诞可能我哋嘅听众都可能喺忙碌嘅里边 抽啲时间出嚟，可以静低落嚟。或者去教会去听一个嘅，即系或者我哋好多教会都有啲平安夜嘅聚会嗬，可以去参与下呢啲嘅聚会，或者即系或者就系安静喺屋企静下谂下，圣诞节同我有咩意义咧？系，我好相信咧，即系头先阿朱牧师所讲咧，我好认同神造喺我哋人类嗰个嘅历史里边呢一个嘅意义，我相信咧，我有时都觉得好似听咗好多年啦呢个故事。但每次我都觉得有一种不同的领受。Uncle Tom 呢，我也有你跟一样的感觉，因为这个世界真的 越来越每个人都好像觉得 很忙一样，比较是忙了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或者是个个都揸着个 smartphone， 想走去哪里都有人找到你的话，那就变成几时都咁忙嘅，喂，所以我哋应该又要珍惜下圣诞节呢个时间，走去思念下。喂 ，Uncle Tom 就63年就已经系教会啦，我相信回翻带去翻六七十年代嗰阵时嘅圣诞庆祝，同今日嘅圣诞庆祝有冇唔同噶？好大分别，好大分别，你讲嚟听下啦。嗰时嘅做一个基督徒咧。就因为我好细个年纪个十几岁啦，嗰时做基督徒咧就唔系咁容易嘅，因为礼拜堂有好多你又唔准去睇戏啊，因为嗰啲睇戏系唔好嘅嘢嘅嚟。系有好多你听嗰啲 rock and roll 啊，嗰啲又唔系好嘅嘢。系啊，就算企喺街嗰啲大排档度食嘢，牧师都话。你不要周街企喺度先，即系比较严肃啲嗰时。明白。而家咧就比较开放啲、自由一啲。系。吓，咁圣诞节咧就个个都好严，即系更加严肃。就个气氛同而家咧就唔同，而家系一个好开心嘅时节。喺嗰个时代咧就比较。你今晚要嚟啊？即系个比较严肃一啲咧。嗱，咁你谂翻咧咁多年嘅圣诞节，有冇一个好难忘嘅圣诞节你经历过？难忘嘅圣诞节咧，就系、
啱啱识个女朋友，系咪你而家个太太啊？真系唔系我，我想即系师奶即系同埋一齐去玩啊！嗰啲其实就即係第一個聖誕節識一個女朋友是幾開心的。嗯，我相信人生有些階段都一定會很開心，即係諗起那時嗰種嘅即係經歷不同。我相信人即係不斷一路體會經歷的時候咧，體會的嘢咧就會有不同咗啊。咁啊，朱牧師咧，難忘啊！我想最難忘咧就是有一年咧，我是在香港過到嚟加拿大，都是多倫多。一年在那裡讀神學的，是那年是自己一個人在那裡，我的親人全部在香港，我姐姐就一早過了去美國讀書，但是那次過來呢就是我自己一個人，那時候就剛剛就正值失戀，就不是得戀那來到這裡呢，真的又沒有親人又過一個那麼開心，即是人家很多很多溫情啊，很多人在身邊，家人在身邊，但是你就是一個人再加上你知道我們來的時候幾歲，90到91那時候的冬天呢真的很冬天的，冬很多的，不知道現在越來越有時候暖一點好像沒那麼冷，就是你又會感受到那種冷有雪有些夜晚一些黃色的燈光照著飄下來的雪真的很冷，不是浪漫是淒涼跟心情有关，即是跟心情有关嘛，因为你一个人在这边，即是你是很特别的，你以往你未试过一个人在这里过圣诞，就是那种的即是凄凉的感觉，但我觉得都是难忘的，人生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是不是一定开心才是记得的，有时候反而是一些难关，一些不开心，反而还觉得那些还感受到你的存在，还感受到你人其实就是这样。Yeah. 人很多时候面对就是这些东西，但我都是主，我们有信仰，那时候我仍然都在我的教会，那时候已经回城北了，刚刚开始我在教会聚会，都有一班人一起开心，但是仍然都有那种凄凉的感觉，因为一个人在这里，亲人不在身边，但是都是是啦，都好值得。其实我就真的好看得到呢，即是神的祝福啊，临到朱牧师，因为我都有参加他那个的婚礼，我看到即是神一路路为他安排，早年他在恩宇来到服侍。我相信每个人行的路呢，不是个人一样，每个人的领受，但最重要是看得到这位即是我们今天相信的耶稣，他今天带给我们即是有一个定位，那我们就边极呢，我哋點樣都知道，就算好困難，上帝都能夠帶我哋去。特別喺即係今年嘅聖誕節，可能即係聽嘅聽眾裏面，可能你會感覺到人生有孤單，可能你會需要有多啲嘅盼望啊！特別如果你能夠認識呢位耶穌嘅時候，你更加去知道神自己嘅豐富喺邊度啦。夜半晚空，多少星漫游，尽诉世上渴望要得自由。谁讲世间祝福这地球？传说主角诞下在晚。可有繁文过
嗱，咁啊，我哋又翻翻嚟都讲下啦。啊，今年嘅圣诞节，好似睇翻啊呢、這个今日而家呢个世代嗰个嘅环境啊，政治气候咧，咁我觉得都好似前所未有咁混乱咁，会唔会咧吓、啊？特别美国大选过咗之后啊，我哋又睇得到啊，我自己嚟自香港啊，德文啊等等，有啲都系嚟自香港，其实都睇到哇，好似香港里边面对一啲政治期待紧一啲嘢，都好似好混乱。咁其实乜嘢系真嘅平安感受到咧？吓、啊，当然啦，其实咧，我哋每个人都想真系生活平顺，我哋政治环境系好各方面。其实我哋住喺加拿大已经好好啦，系啊，某个程度上啦，某个程度上啊，当然呢、這个国际嘅气候一定会影响我哋吓、嗯。但系咧，我哋喺加拿大咧，其实基本上咧，如果我哋唔系话太过挂虑咧，系，其实都几安定啊。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吓、嗯啊？所以即系你话盼望咧，或者平安咧，好多人真系唔系好谂呢样嘢。我唔知唔知其他人点谂啦。但唔系佢唔谂，唔代表佢唔着重。嗯，吓、啊，我觉得其实佢哋里边都有种盼望嘅。举个例子啊，如果话听日你就会冇命啦。举个例子啫。嗯，咁可能你今日你唔知道为咗乜嘢活嘅。系咪啊？嗯，吓、啊，但系我哋其实每个人都有份盼望，就系我哋听日会。睡觉起身仲喺度嘅，所以我哋冇讲出嚟，其实系有噶。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系咪、嗯、啊？我哋对我哋仔女啊，对我哋嘅工作啊，嗯、对我哋家庭，我哋其实系有种嘅盼望喺度嘅。我哋希望佢会继续。如果我哋话诶，听日你乜嘢都冇晒，好似而家可能好动乱嘅一啲嘅Syria 嗰啲嘅叙利亚嘅地方，系咪喺战乱嘅地方？佢真系可能第日就乜都冇晒。嗯，吓、啊。所以相对来讲，因为我们在比较平顺比较安稳，我们就不察觉其实我们有盼望。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有一种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希望我们第日或者将来或者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一些分享我的看法是这样。我相信如果在加拿大出世的神文仔或者在加拿大大了长大的，因为加拿大实在一个太过安定的国家，嗯，他根本就不知道出面是怎样动荡或者什么，是尤其是年轻过一辈，因为呢父母都可以供应到给他大部分他需要的东西，嗯，多过他要求的，而是好像我这样的年纪那时候，不是父母不想给我们，而是他们没得给我们。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些这一代的人呢就不是那么明白什么叫做世界艰难。老一点的话呢就知道世界艰难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的盼望当然就是老一辈的就是平安健康，其实加拿大的医疗这么好呢根本是非常之好。第二个国家啲，其实你睇翻好似中东啊，喂，北韩啊，嗯、真系其实好惨嘅，所以我谂咧，其实啊，朱牧师头先讲，每个人就算你讲冇盼望咧，其实佢都期望明天会更好，无论喺政治上面可以更好，或者喺嘅经济嗱，我谂即系好明显就系大家都希望，无论喺工作里边。都能夠有一個固定啦嚇。如果你真係做做下嘢，突然間俾人 lay off 咗，你又唔知道你跟住行嘅路係點樣樣，其實都會有一種惶恐嚇。咁、嗯、喺、啊、政治上面，我覺得我哋都好似期待緊啊。美國喺個總統大選咗之後，有好多人都覺得啊，某某啊唔應該做總統喎、啊，咁啊又出嚟示威。其實佢哋都有個期望啊，因為佢期望達唔到，所以我哋表達我哋自己嘅意見。但每个人我相信今日有冇即系个信仰呢，其实佢自己心底里面都有个期望。更加重要呢，今日我哋一班嘅基督徒啦，我哋信咗耶稣嘅人呢，我哋嘅盼望喺边度呢？我觉得今日就要同大家即系嚟到同即系听众朋友嚟到分享耶稣基督降生嘅意义喺边度呢？可能听咗好多次，不过呢个意义呢一定要对你自己有嗰个意义。
先正真系能够带俾你心里边真系完全嘅平安啦。德文，你点睇啊？我自己都好留意时事嘅，其实都见到吓世界上边其实都好混乱。无论喺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方啦，亦都有天灾啦。咁咧，其实我谂今个嘅圣诞节咧，其实成个世界、整个地球，我哋都需要一个嘅安静、一个平安。大家去take 一个 break 啦，我谂吓，亦都要可以好好咁思想一下。我就我自己好幸运啦，即系喺加拿大，我亦都有翻香港，咁咧就同我啲嘅中学嘅同学即系倾好多偈嘅，其实都无论咩都倾啦，即系佢哋嘅生活啦，关于政治啊，系，其实我觉得就人咧或者一个社会咧，我哋有好多时放咗嗰、那个重点喺个人度，我觉得咧如果我哋换个特首咧，就可能会好啦，又或者我哋换个总理会好啦，我哋换个省长咧又会好了。咁咧就，但系好多时我都发觉咧吓、啊，我哋大家都知噶啦，就一次一次嘅失望啦吓、啊，因为无论佢系一个几完美嘅人 ，which is 可能冇一个人系完美嘅。咁到佢哋喺做咗耐嗰阵时咧，都有一啲嘅缺陷嘅。嗯，咁啊，我谂我哋大家都要谂谂，究竟其实个希望会系边度嚟嘅咧？会唔会有啲嘅好啲嘅希望，或者一啲嘅其他个方向，我哋需要谂嘅。嗯，诗诗咧，系咯，咁我觉得圣诞讲开就先盼望，因为我系十年前移民嚟呢度嘅，系，咁所以其实。嗰陣時嘅盼望好簡單，就希望可以即係揾到一份工作啦，咁啊或者係讀書啦，咁可以係安頓咯，咁同先生係可以喺依度去立足咯。咁到一切都安頓嘅時候，我哋好感恩啦。咁又有兒女嘅時候咧，咁就會發現好希望神更加多嘅使用我哋啦。咁即係會諗得更加多神，即係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佢嘅美意係乜嘢啦。嗯，咁最近其实我都有睇到一出戏嘅，系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美国嘅系讲《God's Not Dead》第二部，美国近年25宗最即系真实嘅个案去抽离编写出呢出戏，咁俾到我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处境啦。即系我原来唔知道，而家嘅世界嗰个价值观啦，基督徒好唔容易嘅，其实都即系其实真的动荡的，不单止是政治，即使是信仰有时都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啊。女女在学校上学呢，有时我都会发现她都会 struggle 的、因为当她想去跟朋友小朋友自由地去讲福音的时候呢，原来都会碰到一些难阻的。是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发现，原来圣诞呢是真的是一个很欢欣的季节，是提醒即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来这个救世主是耶稣、是这个耶稣他当初诞生呢，他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牺牲、That's why 我们普天同庆、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感恩，是每年都有一个这样的圣诞去提醒。虽然我发现现在北美其实忙碌到呢，反而是更加忙碌，大家都是为了礼物 去忙碌了、希望即每一年的圣诞我们还可以是去记翻佢最初嘅意义咯，好认同啊！我觉得即系除咗即系净系记得嗰啲礼物之外，我觉得佢哋忘记咗神，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系最大嘅一个失着。即系今日好似人人乜嘢都有，但系喺个心灵里边咧，却好似载唔满。再多嘅礼物，其实你都唔会满足噶啦。即系啊，讲翻咧有个圣经嘅历史又好似好得意啊！当以色列人期待紧佢哋嘅尼赛亚喺因为佢哋当时都系被人管治啊吓，喺咁嘅环境底下，喺罗马政权底下，佢哋期待紧呢个尼赛亚嘅出现，但呢个尼赛亚却唔系好似佢哋谂咁出现。我觉得同今日嘅社，即系我哋而家面对嘅境况又好似，我哋期待紧一个政权可以即系一改变嘅咧，就好似好啦咁啊，但系可能当佢即系转咗人上咗场嘅时候，可能你都会好失望，因为佢带唔到俾你真正你所期待嘅嘢。冇错吓，咁啊 ，Angela， 其实你都好熟圣经啊。
唔系。不过咧，我或者我想讲多一少少、就是。好啊，好啊。其实耶稣嚟嘅时候，佢名咧，其实已经讲出咗佢嚟嘅使命。嗯。吓、啊，咁啊系天使啊喺梦中啊吓、啊，就话俾约瑟听啊，即、系耶稣爸爸听，佢话咧呢、這个仔咧，我哋系叫佢做耶稣。嗯。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是拯救，是、跟住系如果在福音书里面写到咧，就是因为呢一个嘅婴孩咧，会系将人在罪恶里面拯救出嚟。其实讲紧嘅系罪的问题，是罪恶的问题。今天我哋谂住一个嘅人可以改变到、我哋嘅政权、或者一个制度或者一班人、但是即系耶稣所讲嘅或者呢个圣诞嘅信息。所帶俾我哋要知道嘅就係，原來人都係有缺陷，係有不足嚇、或者用罪聽落嚟就好似好好好得人驚嘅字嚇、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同呢個神有隔離，分隔咗，係、以致我哋揾唔到呢個神嗰個美善嗰、那個源頭，我哋翻唔到嘅，我哋唔可以同呢個神接觸，以致我哋唔可以俾呢個神改變我哋呢個有缺陷嘅生命。如果这个断绝了的时候，我们就永远都在人间，我们找不到一个、所谓好的制度，或者找不到一个 完全的人。你和我今天就算牧师，我们都是有很多亏欠，很多软弱、就算信耶稣一样，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去不到即神那个完美的目标、但我们起码知道我们会谦卑下来，我们会放弃有认为我就一定啱噶啦，认为我咧，如果我可以喺间教会里边带领，就一间教会就会好噶啦。或者我一个政客嘅话，我信主耶稣，就整个政整个世界会好噶。我哋会知道唔可能，因为本身我哋系有缺陷，我哋只能够依靠嗰位俾我哋有能力，俾我哋知道咩叫真善美啊！嗰位嘅上帝啊，我哋翻翻去嗰度啊，嚟到揾到我哋生命嘅方向同埋意义啊！呢、个我觉得耶稣基督个名已经本身将嗰、那个。那个最重要的核心，今日我们要世界平安吗？我们 要一个好的政权吗？是可能不是人，不是靠人，因为人是做不到的。Uncle Tom 呢，你又怎么看法？因为你都、在教会一段时间，甚至我想你在人生的阅历里面，你经验过很多、即时代的转变、有很多东西、你怎么体会？我觉得即系而家个世界系啲人越嚟越自私，越嚟越为咗自己做嘢，系再冇谂到为个社会啊有啲咩贡献。其实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佢个目标嘅，咁、你要自己谂一谂，我个做人个目标系乜嘢咧？喂，即系唔好其实就好笨，因为我已经行咗咁远一段长的时间，距离上去上面天堂，希望时间比较距离近一啲，咁你谂下，有时系值唔值要咁样做咧？我有时我望到好多人，点解你要猛顾住揾钱，猛住先嗰个揾嗰个揾嘅去揾多啲？你个目标系根本系唔需要做咁多嘢，好似你话斋系大啲屋，有咩意义啊？喂，所以你要。找尋真正做人的目標，即是你自己的目標和意義。我相信靠著神呢，因為那個是你的將來，是不可以只是為了這短短這幾十年猛儲錢，猛使，即是猛多些享受，那個不是目標來的。因為有一天呢，你一定會老，這個是 nature。 喂，医生又叫你不要吃那样，不吃那样，吃高头外，迟早你 有什么好处？喂，揸住个银行那些钱或者那些物质，个 Benz 摆在车房有什么用呢？所以你根本是应该向将来的真正的目标去想它。这个是我的看法，因为我们老实讲，我不知道神会给多少时间我、但是他给了我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去用它呢、用得有意义些少，这个是我的看法。即如果我们人生的意义不回去做物的主，甚至赐生命的神里面，其实我们找不到那个意义。即我看回，譬如说刚才 Sisi 说，他从中国、大陆、
来到加拿大，都期望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生活，但这个都不是永远的，可能慢慢你来到之后你会发觉原来这些东西都不外如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其实真是你问得很好啊，我觉得反而是来了加拿大给我经历到神咯。嗯，即有时因为你土生土长在中国，可能你很多的资源都很丰富，那你反而走不到尽头，是但是来到加拿大你才发现呢是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人生的尽头，当你去面对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神是很真实的，在你的隔离 去扶持你，在你的隔离去告诉你知呢一切的出路都在他那里有，还有当你去设计一些路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神永远有你 plan A plan B， 神永远有 plan C surprise 你那你就即是我反而觉得来到加拿大呢最大的得着呢就是没错，就好像 Andrew 说，好像发现环境反而更加压力更加大，但是我发现他找到神是真的摸着他，他是很真实的在那里的，那你反而觉得哇其实这个这么不理想的环境是帮到你的，是神为你度身订造的，那我很开心咯，就会德文呢即其实我在加拿大呢就我是十八岁的时候过来的，就变了其实一路长大我就在这里大三十几年了，我说个环境是不是对我很 harsh， 其实就不是的，其实我也挺喜欢加拿大的所以其实我家人走了即是回香港呢，我自己都留在这里，但是呢就我就在这里来呢我譬如跟香港呢一些同学一些再比较，咁咧，我話我係一個外國人嚟嘅，咁翻到去，咁同佢哋傾，咁好似喺度比較嗰陣時，佢哋覺得，譬如喺香港嘅我有民主咧，就好似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咁我就同佢講話，其實我喺加拿大咁耐咧，話俾你知係唔得嘅，有民主唔代表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咁但係即係話喺個制度上邊，無論點係缺乏嘅。咁只不過係個我諗係人心啦，啊咁我諗加拿大有樣好呢就係其實我哋嘅資源比較充足，咁變咗呢我哋嘅人哋就睇我哋競爭力好似唔係好強，咁其實呢我哋係因為人口少啦資源多啦，咁所以呢我哋就會成為一個咁嘅國家，咁變咗我哋係蒙福嘅，其實呢喺咁嘅情況下呢其實我就覺得我哋應該要更加要付出，係咪係要付出，咁喺我哋嘅信仰啦，我哋嗰个文化上面咧，其实我谂教会亦都系做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我哋而家喺呢度当中，我哋譬如我哋自己嘅教会，我哋会喺我哋嘅社区上面咧，要做一个我谂我哋讲叫灯台啊嘅角色，去点样去？譬如我哋都会走错路，我觉得我哋政府咁咧，教会其中一个嘅好重要。的角色我觉得都是说给大家听什么是一个的正确道路，虽然现在所讲的所谓的道德呢和价值观呢很混乱，但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我觉得万主之主降生于世，令人无方离开天际，施主以命如幻，无尽恩光没法估计，荣耀教主离开尊贵，施主以命如幻，你手息将夜昼分开，这刻两手和草掩盖，施主以命了啊，救主身躯又小可爱，神道化身荣光掩盖，施主以命了啊，基督降生在人前，从基督降尊贵见
我主赞美是基督降生，多加称赞神恩多苦心口，世间欢呼惊叹。那天中梦人主托大，随嘴声应扬歌呼拜，是主以命如幻，被困于天地空间中，无尽救恩人间飘送，是主以命。恩赐，从基督降尊贵，见我主赞美是基督降生，当得尊赞神恩多苦心口，世间欢呼惊叹。以命我相信今日我哋睇到咧，就唔系信咗耶稣嘅人系完美，但我觉得当我哋将我哋嘅目标摆翻喺耶稣嘅身上嘅时候咧，好多嘢咧就能够被更正过嚟。即系圣诞节啊，系耶稣基督进入到人间嘅一个嘅我哋庆祝啊吓。咁但系咧有人又即系可能都觉得哇，耶稣一个神嘅儿子啊，一个君王啊。为什么耶稣要是一个木匠的仔呢？为什么耶稣不是生在希律家？哇，那你说多好啊，即是一出来就带着权柄啊。为什么又不生在啲君王的家呢？是因为他有权柄嘛，他下底有很多兵嘛，才显示他的那种的身份。我们耶稣基督，即是如果从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我们这位拯救我们的主呢？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的，其实。因为一般人相信呢，有权有势，有钱，有背景，咁先至系最好做事嘅资源啊嘛，系咪？但系我哋好有趣，我哋基督教嘅信仰咧就刚刚系相反，刚刚系相反。耶稣基督降生嘅故事睇嚟好似好温馨，好点啊？即系马槽啊，有啲天使唱下歌啊，咁。但其实如果你看翻咧，佢一开始嘅时候，耶稣降生嘅时候已经系俾个政权逼迫噶啦。嗯，嗰阵时大希律王知道有一个嘅婴孩吓，佢有几位嘅观星家，我哋叫博士啊，知道啊呢个系犹太人嘅王啊吓，咁佢就已经想要杀佢系咪？结果咧就这个喺梦中吓，约瑟又知道啦呢件事，跟住咧就嗰阵时耶稣已经要逃亡埃及。其实他已经是政权的牺牲品，他已经是一个弱者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他不是一个强者，他一个其实呢很有趣的，或者我再问一个问题，有时候为什么耶稣不是一个一出来就一个君王，或者他即是附在一个君王身上，即是随便这么说，是吗？为什么他要一个 BB 呢？
其实人类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很多的生物那个 BB 呢，那些 BB 很快就能够适应它周围的环境的。反而呢人类的 BB 呢是最麻烦的。是吗？是很脆弱的。你不给够它足够 的照顾，它就很容易就死了，或者心理又出现各种的问题。我们的神就是好像一个这么脆弱的婴孩开始来到世界上，跟着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长大，小时候就要逃亡，跟着就慢慢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长大。我知道呢 Uncle Tom 其实对这方面他都有些他的见解的，为什么耶稣一个这么在一个牧场的家庭，一个贫苦的家庭，Uncle Tom 都有他的看法。我看法就是因为如果耶稣来已经是做皇帝的话，根本是立刻可以叫人，你们全部要听我讲，全部要去教会，全部做什么做什么但那个不是人的心思。第二样我看法就是他来到呢这个世界呢，他要明白所有大众的人的感受。如果你连个人的人的感受你都不明白的话，怎样可以领悟到，可以启发他们，将他们将个罪恶他们的困难去等他明白，他等他教导他们去认识神，再同神接受接近的话。所以他来是一个婴孩长大去到成人，等他真真明白去了解到人的过程和世界艰难所为。他会更加了解 去教导我们人类，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的耶稣就是经历过人生的艰难，他告诉世人听，其实艰难是人生的一部分。咁点样胜过艰难呢？可能唔系再攞多啲，搲多啲嘢，而系点样认识呢位嘅真神？点样过一个从神而嚟有使命嘅人生？点样可以同呢位嘅神恢复翻关系？完成神喺佢身上边嘅计划。呢个人就未必系一定系好有钱，未必一定好有权力，但系佢系一个好有力量嘅人，心里边好有力量嘅人。圣经里边咁样形容，就系呢个就系一个丰盛嘅生命。这个丰盛生命和你周围拥有的东西可能不同，是心里面丰富，以致你行出来的生命也是丰富。我相信耶稣这样走过，其实是告诉人生命的丰富不在乎你拥有很多东西，而真的你在乎你的生命为了什么你要燃点，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就我记起一句经文，就是人的丰富就不在乎家道丰盛，就算家道好丰盛，什么都有，但可能内里面很多面对的问题。去回源头的耶稣，今天他带来我们那个的出路，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在这个圣诞节，就是要跟大家来到，即是各位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不同渠道来到听到我们节目的人，他们真的需要知道，耶稣今天为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跟神再一次恢复这个关系。我自己也很开心的，其实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有五个人，五个人都经历过这种人生的丰富。或者呢，其实无论我们在经过就算艰难都好，但是行过了呢，原来看到原来神有他的美意。我就好我都讲一件事例，我觉得上帝很奇妙。我仔仔咧就都揸车噶啦，旧年佢撞咗车，佢撞车咧就唔系净系架车，因为架车另外架车仲有人嘅。其实喺呢件事里边都好担心嘅我，人生里边发生一啲突如其来嘅事，咁你点处理咧？你又唔知道原来背后里边好多责任好多嘢噶。但我觉得呢件事神教咗佢啊，然之后系我同佢一齐行过。嗰晚好奇妙嘅，点解我讲咧？因为我觉得真系好深印象。九点几佢撞咗架车，十二点几嗰个警察先嚟去，即系嚟个 report 一个 accident。成晚落住雨嘅，嗰阵时系九月几，
咁我就记得我陪咗佢行过呢段路，呢三个钟头，佢同我讲句说话，佢从来都冇咁同我讲，话爹哋好，即系多谢你啊！佢话你陪我行咗呢段路，我就好感受到耶稣神嘅出现，就好似人生，原来喺一段路嘅时候，你最需要嘅时候，佢就同你一齐行过。我反而觉得，即系今日耶稣基督俾我哋嗰个种嘅盼望。That's why 我哋今日真系当中一定要讲。我讲先啦，好啊，或者都讲翻圣诞啦，就同圣诞有关嘅吓。系，我头先讲过，我1990-1991年过到嚟加拿大一个人吓，咁咧出好嗰阵时诶，都喺度进修紧神学嘅。嗯，咁我就喺度问神啦，啊，究竟我喺边一间教会度帮手咧？咁样吓，咁我就都系打算喺一年嘅啫。嗯，吓，咁我就揾啊，周围揾教会咁样，就揾到啊圣北宣道会，因为嗰阵时啱啱开始，佢系需要咧一个司琴或者需要人手去帮手。咁我就帮手啦，就喺音乐方面帮手。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布加音乐又系，我又弹吉他嘅，我攞住个吉他，同一班同我差唔多年纪嗰阵时啊，就去周围嚟到去布加音啦。嗯，最记得我哋入咗去一间餐厅，咁我哋唱呢个嘅圣诞歌啦。咁跟住咧就走埋去同嗰啲喺度食紧嘢嗰啲嘅顾客咧，就俾单张佢。咁咧记得咧有个顾客咧。就攞$5出嚟打上去唔使啦咁样，即係一个咁样嘅趣小小嘅趣事。咁跟住呢我完咗嗰年之后呢，我就返返香港。喺返香港呢，我有机会呢就接受再接受深啲嘅圣乐嘅，即係教会音乐嘅一啲嘅训练。咁跟住我就再1997年9月咁回归咗之后呢，香港回归咗之后，我就再过嚟呢边嚟读书。咁我又返返去北宣，即係圣北宣道会。咁就亦都係繼續喺嗰度服侍啦，咁樣咁有啲係音樂啊，有啲係其他方面。咁跟住畢業咗業，恩語之聲啦，恩語之聲服侍。跟住教會呢，喺某個嘅時空裏面，佢有需要一個傳道人喺音樂方面有幫手，咁就請咗啦。即係咁跟住呢，而家呢我哋每年都會喺教會裏面有唔同嘅聖誕嘅活動。所以我講返就係，其實係神一路一路嘅帶領。我1990-1991年过嚟加拿大，咩都唔识，冇亲人，去边间教会都冇咩头绪，但神就已经摆放咗系北宣呢个家庭俾我。咁最后就神叫翻我喺北宣做翻一个嘅牧师。喺呢度亦都北宣认识我嘅太太。即系呢个就系你即系睇见人生嘅阅历但你又睇见一步一步一步。咁我曾经讲到啦，我女可以喺圣诞又嚟到去献唱圣诞诗歌。其实我每一年圣诞呢，我都会请我啲邻舍西人嚟㗎，我都叫佢参加我哋嘅平安夜嘅敬拜。嚟到有机会嚟到去听到福音。其实每一个圣诞节都成为一个去兑现我使命嘅一个嘅机会。今年我都諗到一啲人今年我哋教会都有呢、这个佳音队。我哋希望可以去到1500家。哇！1500家，列治文山1500家，我哋有机会嚟到去同佢哋嚟到去唱下呢一个嘅圣诞歌，圣诞歌好佳音。咁我自己心目中咧，我都有几个嘅餐厅咧，或者啲商店咧，我平时去帮衬嘅，我都谂住咧揾一啲佳音队去咧，同佢哋唱下圣诞歌，成为一个系啊，即系我觉得咁样吓，我将呢个信息未必一定要好即系好详尽同佢讲，起码我将呢个嘅圣诞嗰个开心啊，诗歌带嚟嘅平安啊，系啊嗰种喜悦咧嚟到同佢哋分享咁样。系哇，我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我听到佢同人去分享呢、这个即系咁开心嘅信息，然之后落去等紧去收一啲嘅礼物。我相信呢个都系我哋今日信徒里边能够去做到嘅嘢。好嘅嘢应该介绍俾人系咪啊？得唔得啊？系啊，当然要啦。咁咧就其实我都有啲分享嘅。喺我嗰、那个基督徒嘅生命里边咧，神好细个嗰阵时，其实我喺小学6年级啊，咁啊开始神都，我觉得嗰阵时神开始去用一啲嘅事去接触我噶啦。咁其实我喺6年级嗰阵时咧，我有个同学。咁咧，佢就去長洲游水。咁嗰陣時啱啱畢咗業㗎啦，我哋嗰陣時嗰間係天主教學校。咁咧就佢畢咗業未行畢業禮嗰陣時游水咧，就喺游水當中咧，佢就遇溺。
咁就过埋身添。系吓，咁啊，其实咧，喺嗰阵时我就开始谂，即系一啲嘅人生嘅意义噶啦。咁又多愁善感啦，嗰个年纪啊，咁咧就到去到中学啦，就一间基督教学校，咁咧就好多基督徒就叫我唉翻团契啦，咁啊 ，OK， 又睇下你哋搞乜嘢啦，咁啊。咁到唔知点解咧，又喺其中有个同学唔同班咧，咁佢行下街俾架巴士撞到啊！咁咧系啊，咁就佢同佢一齐行，其中个朋友咧就喺个意外里边死咗添。咁呢、這个唔同班嘅同学咧，佢就重伤嘅，咁就后屘医翻好。咁都系佢系基督徒嚟，咁我开始真系好好谂呢个嘅生命嘅意义。咁、喺当中有一次嘅团契里面有个报道会啦，咁牧师就讲话神就是生命，就系、是、咁简单啦。咁哦，原来呢个答案就喺呢度，咁我就接受咗。咁从此之后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啦，系有教翻教会里面啦，咁有神嘅话语去陪住我啦。其实 人生都有高低起跌噶，即系一路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咁但系我到每逢其实喺屋企里边，咁我都望住我屋企人，咁我有太太啦，有一个女一个仔，咁咧就见到佢哋咧，我其实我就好感谢神，我亦都好满足，因为呢个所有嘢都系神所赐俾我嘅。思思有冇？系咯，咁我都讲翻系。即系 relate to 圣诞啦，咁我记得2007年嗰年咧就好感恩啦，神俾咗我第一份 full time 嘅大 benefit 嘅工啦，系喺银行嘅 call center 喎。咁嗰阵时好感恩，但系都估唔到咧，原来 call center 嘅工作系压力咁大嘅，因为即系原来一日要听100几个电话，而且呢啲嘅电话全部都系要解决问题嘅。咁呢头有客户，嗰边你要睇 procedure。咁所以其实嗰2007年嘅圣诞系好特别，因为我9月份入 call center 啦，咁12月份咧就系 training 期间，要完全系用英文去 train。咁我嗰阵时嘅英文唔好啦，因为虽然国内读大学我有学英文，但系即系嗰个口语系唔好嘅，听力都唔好。咁所以喺嗰个工作期间咧，我即系夜晚瞓觉咧都系耳鸣，夜晚瞓觉都喺度谂紧，哇！你客户呢个问题点解决啊？即其实都会是噩梦醒的，有时发梦和白天分不清楚的，会是。那个圣诞呢，就而且 call center 是没有假期的，所以圣诞呢，因为你的 seniority 很低，25号我是要上班的。刚刚9月份妈咪又过了身，其实那个圣诞对我来说呢很孤单，即给我感觉是一个很凄凉的。但是很神奇的就是呢，神是真的做奇妙的事。在我觉得自己就你撑不住了，我觉得 我真的做不到这份工了，这份工已经即令到我 很辛苦。我想 quit 的时候，有两个电话呢是客户打入来啦，其实是 很简单的，他就 check 个 balance， 他说 check balance， 我就答一个 balance， 这个是我们最 simple 的电话。答完之后，那个客户就说可不可以 转我给你的 supervisor。当时我很紧张，我想着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但是很快 supervisor 就是整层 floor 去给我一个 compliment， 哇，那下就给我一个 compliment， 是将我做得最正常的一样东西去给我一个很大的表扬。跟着未过到半个钟，又来一个类似的，连我隔离的同事都说我做了3年了都已经收不到我自己就知道呢，其实是神这个时候告诉我你要撑住，是你要在这个时候顶住。 and 他那两个 compliment 给我是一个很清楚的 signal， 所以我觉得即我虽然环境看起来很凄凉 很辛苦啦，那个圣诞好像看起来很凄凉，但原来有神的鼓励呢，原来你的里面是很开心的，你会觉得 你 拥有一切，很多的信心是继续走咯，这样即是神能够透过人去鼓励你，真的很开心其实真的神的安排真的很奇妙有时有很多东西 你心目中自自然为什么我会去到这里的，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的，有时你真的莫名其妙但是又做了出来所以 有时有些人问我，即是我有句时答我，
你是不是很富有啊？我当然啦，喂，如果你数下，有时啲钱买唔到嘅嘢，我咪大把咯。喂，我好多嘢，我有你冇嘛？喂，你估李嘉诚识弹吉他，梗系唔识啦，系嘛？咁我有你冇啊嘛？佢系钱多过我啫，我有啲嘢我多过你。佢识都冇你弹得咁叻，系咪？其他啲嘢你可以用 Mastercard 去买啫，喂。即是我哋有时要睇下神安排俾低我哋嘅嘢呢係有好多嘢嘅。有时我哋唔識去欣赏去体会到佢。你要諗深一层周围望一望咁多死党禮拜堂咁多人嚟、啊、做你嘅朋友係咪嗰啲係钱买唔到嘅。係。喂，一齐夹 band 都系，有机会一齐。系啦，虽然有时撒下气，但系嗰啲都系都系好事嚟噶，喂，系一个进步嘅开始嘛，系嘛，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有时真系，我哋真系要数下神俾低我哋嘢，真系好多。系，好多谢 Uncle Tom 啊！你讲一个好即系好好嘅提醒，有乜嘢系钱买唔到嘅？我想我们来到圣诞节呢，我们思想的东西应该是真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刚才都谈过了，每个人其实都有期望有想望，但那些都是一生的日子而已。就说讲到尾可能就是 你说、这个世界会继续下去的，但在圣经的启示你说不是的，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终结的。耶稣第一次来是以婴孩的身份来，耶稣会有第二次的再回来，他第二次再回来就是一个真的荣耀的君王这样回来，他就来到这个世界就要终结就是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到时我们每个人就要在他面前，我们叫做交账，他给了什么东西我们就要在他面前告诉他我们做了什么，但其实有一样是最重要的交账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相信他，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钉十字架，相信他 流出他的宝血是会洗净我的罪，令到我们可以跟这位的天父这位上帝重新建立关系，这个是我们最紧要交账的事，这个是用信心来对接受你就可以交账，你和我就可以交账，不用做些什么事，就是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和我的救主，求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跟这位的上帝重新恢复关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位君王再来，我们向他交账，如果我们个人都可以交出这个信心这个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那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最真最永恒的盼望。讲到嚟呢度呢，我相信我哋大家都仍然有一种意犹未尽嘅感觉。但係呢就节目嘅时间实在唔容许我哋。咁我哋就留待下一次再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咁喺完之前呢，我都再一次嚟到去多谢朱伟东牧师、Uncle Tom、Cici 同埋德文。其实佢哋每一位都好有心嚟到我哋嘅录音室嚟到录音，同大家嚟到分享佢生命里面最宝贵嘅讯息。还有一件事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原来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带了礼物来送给我们的，在今天这个节目里面的几首诗歌呢都是他们的演奏和献唱的现场录音来的，他们的献唱和真诚是 CD 买不到的。最后我都代表恩语之声所有的同工向大家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祝愿大家得着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好，多谢大家，多谢。好。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Your King.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演戏有喜怒哀乐，但系人生有佢咧，就必定喜乐。人生万变，但系有耶稣嘅爱就永远不变。